机钥匙在白府的东北角，我们走吧。正好出发前，我特意带了些银骨，在那些巡夜士兵面前大摇大摆走过去都不会被发现。不过银骨只能维持一会儿，还是得尽量避着他们点。小晴，我在前面探路，你看准时机跟上来。这里过去就是前院了，守卫会增强，小心啊。北是祠堂，机钥匙就在祠堂右边。有，朝南的那间屋子就是机钥室。啊 ，F 还真是守备森严。好了，我们赶快找吧。我记得密室的机关就在这屋子里。好像有什么机关被打开了，我们找找吧。
我们抓紧时间找到线索，回去找月姐姐一起讨论。这个轮廓应该是神庭塔，这张图纸和营地的不一样，怪不得我们把军营布局抄下来，也只能看出个束缚之象，这可是重要线索，我把它记下来，之后我们带回去给省长们看看。嗯，好。这里好多信，我们拆。白都督亲戚，这么多信，虽神子拥有增幅之异能，仍需足量冰晶石方能完全发挥阵法。唯冰晶石开采不易，时日有限，征用流民因应之法。看来那些流民，这个增幅之异能是之前魁宇说过的那个，消耗生命力，让。那和这个阵有什么关系？不清楚。总之，不过，你哥还真是听话呀，这信里对敖虚十分恭。哥哥甚少会表现出这种态度。我们再看看其他信。四年前试验时便得知此前低估了所需冰晶石数量，此次冰晶石又遭遇损耗，若都督不急，四年冰晶石遭遇损耗，应该是我们救走宫。四年前的试验是什么？果然是他们干的，我大哥就是因此。阿尤，没什么，我们再找找。好，阿尤，那里好像藏了什么，不如我们去看看。好。锁上了，想必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信息。交给我吧，一个小锁难不倒我。打开了，这是龙袍和玉玺。我大哥他们想要谋反，他们和孟章勾结，以抵御凶兽为名，在卢龙府建造神庭塔，抓矿业，挖冰晶矿，现在又在这里囤兵囤粮，目的不言而喻啊。大哥怎么会这么糊涂，卢龙军数量远不如朝廷军啊，哥哥他怎么会做这种傻事？只有卢龙军，你哥的确不会想要谋反，但如果孟章做了什么许诺，又或者是敖虚会帮助白家挥师入关，登基称帝，欺兵夺权，哪次不是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？大哥怎么这么糊涂？白家世代镇守边关，负保境安民之责，怎可有如此非分之想？他们竟为了一己私欲，想要将天下重新推入战火之中。这种东西不该存在。有个人闯入急救室。小晴，你怎么样？我不要紧，就是这只手不能动了。这玉玺竟然有法术在保护，机关被触动，士兵一会就会赶来，我们快离开吧。你跟在我身后，不要出手，若有战斗，我一人足以应付。可是相信我。
别担心，我不会要他们的命，你保护好自己。都督与将军就快到了，哪都别想去。来就来，还怕什么不成？别担心，不会要他们的命，你保护好自己。都督与将军就快到了，哪都别想去。哼，来就来，我还怕他们不成？拦住他们，交给都督发落。哼，凭你们？那不是大小姐吗？既然伙同贼人来白府窃取机密。少废话。又是你小子，小妹，你竟一再勾结外人，和自己的兄长作对，你这家伙！大哥，你难道不知道凶兽之乱已经造成生灵涂炭，黎民流离失所？你难道不知若再起战端，会牺牲多少将士？即使赢了，会有多少百姓深陷苦难？哥，现在停手还来得及，你不要再错下去了。大哥行事对还是错，轮得到你来评断？你又怎么敢说出这些不敬兄长的话？这些我都知道，那又如何？不如何？本来也没指望你们能听懂人话。莫晴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别再离开了。至少在计划完成之前，不准离开。至于你，已经没有离开的机会了。海哥，不要！且慢，你们为敖虚做了那么多坏事，真以为他能给你们想要的？我们之前去了赵胆，已经将他的全部罪行告诉了神界，敖虚自保都是问题，哪还能再帮你们？你小子炸我！还有，快让开，否则他小命不保。小晴，你先走。大哥，我既为白家人，就必须阻止你们一错再错。
看来全隐村一切都还正常，我们先去找桑前辈商量一下吧。关于小秋的安全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嗯，火仙兽族长曾托我们调查灵兽消失的秘密，如今既有所得，还需向他禀报一声。等确认小秋无恙，我们再去一趟东海吧。好。阿姨这么年轻，多起毒瘴试炼。桑前辈，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嗯，正如我们所料，敖虚释放凶兽，扰乱人界，而孟如此说来，天师门的种种行径，这都是孟章自己所为，天师门上下也不知情。不过眼下，我们更担心小青。神庭塔营地暗藏的阵法名为神庭阵，而这个神庭阵的关键，如果敖虚发现小秋所在，必然会出手抢夺。子秋现在受毒瘴泉屏障保护，敖虚一时半刻，阿幽临走前开启了通往泉眼的法阵。你们先进去，我继续守着，顺便等阿幽回来。多谢桑前辈。魏叔大人，小秋近日情况如何？此子体质异常，再加上之前吸入了大量煞气，所以只是偶尔清醒，多数时候处于沉睡状态。小秋，多谢魏叔大人费心看护，还有一事需请教您。请说。毒瘴结界虽然可以隐匿小秋气息，但我们频繁往来于泉隐村，不知会不会被敖虚发现。如果他直接对结界不利，那小秋他……若是外力足够强大，的确可以破坏结界，而到时此幼子也将暴露于危机中。怎么办？敌暗我明，我们这样很被动。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，先去破了那什么神庭阵。阿尤，晴妹，你们回来了，可还顺利？嗯，我们还带回了重要线索。这是神庭阵的阵法图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图纸，我相信神掌门就能找到破阵的办法。如果敖虚抢小秋是为了神庭阵，我们只要先一步破坏阵法，他们的计划自然不能进行下去，小秋就安全了。嗯，不仅为了小秋，按孟章所说，神庭阵可以削弱魔族力量，如此他们就可趁机进攻魔界。等一下，师姐，你还记得在岩波中看过的壁画吗？你是说三皇誓约？这是三族共同遵从的协定，敖虚不能破坏。我在赵丹审判中也发现，神界并不允许敖虚发兵魔界，而孟章本人却对此深信不疑。那家伙看起来心眼挺多，其实就是个榆木脑袋吧。
敖虚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对了，除了图纸，我们还找到一些和孟章往来的信件，其中有提到小秋的增幅异能，但这能用来干嘛啊？增幅异能会让人战力大增，我猜对法术亦是如此。用小秋做阵眼，应该就是为了强化法阵的能量。但神庭阵的作用又是什么？仅凭目前这些信息无法确定。阿尤，你还找到了什么线索？信里还提过4年前的试验。莫非是那个试验造成了毒瘴泉动荡？4年前，毒瘴泉，难道？按信上所说，这是用来确认阵法所需的冰晶石是否足够。原来如此，看来神庭阵便是那短暂封印过人界9泉的不明法阵。冰晶石蕴含大量灵力，如果以冰晶石之力催动法阵，再借小秋异能进行增幅，有没有可能会完全封印9泉？不可能，9泉有神农大神的结界护佑，即便被邪法一时压抑，也不会长久。因为灵脉中的灵力过于庞大，即便有紫秋加持，也不足以阻挡这股灵力。也是，4年前的毒瘴动荡，仔细想想也就一小段时间，很快就恢复了。看来，眼下只能从神庭阵本身想办法，摸清敖旭的真正目的。我也去和长老们商议对策，找找有没有与神庭阵相关的线索。多谢桑前辈。晴妹、阿友，麻烦你们现在动身去仙侠派将阵图交给真人，我和师弟留在这里保护小秋。嗯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小晴，我们走吧。小晴，阿友，毒瘴动荡，也就是莫大哥那件事，是不是跟哥哥有关系？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。你之前一直反对我去白府，是因为这个吗？还有，你终归是要告诉我的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在神庭塔遇到的那只弃偶，同我在毒瘴泉见到的那个怪物完全一样。我早就知道白府和这件事有关了，不想让你来，就是怕你像现在这样为难。所以说，那个4年前的试验，就是造成毒瘴动荡的原因，也就是造成莫大哥出事的原因。但这些你都不知道啊，小晴。即使再怎么逃避，我也是白家人，即便你说与我无关，我也不能真的将自己置身事外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月姐姐，小秋，你醒了。我又睡了好久吧？嗯，你现在正在疗伤，需要在魏叔大人体内休息。等我们将麻烦都解决掉，就带你出去玩。月姐姐，那之后我要回哪里？还回天师门吗？你想回去吗？嗯，不想。那来明术门呢？你可以跟着姐姐学御灵术，也能和很多像巧灵一样的灵兽成为朋友。小秋觉得好不好？嗯嗯，那就说定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姐了。以后能喊师姐为师姐的，不是我一个人了吗？啊，小秋入门的话，自然是要喊我师姐的。青书。啊？不对，掌门也是叫你青书。
我小叫师姐就好了，叫师姐就好了。师姐是我的。小秋，以后还是喊我姐姐就好。嗯嗯，我都可以的。以后入门了，我就能天天坐着玉林飞来飞去了。姐姐，我怕。小秋别怕，有人在破坏结界。魏叔大人，小秋就麻烦您了。姐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又不是对策，你们不用管我，速去将凶手取出。好。